日見完啦，今日即刻又再見面啦。咁永俊咧，其實咧係區內啦近四年唯一最接近二手供應嘅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期待你今日開價噶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講一講先。嗱，我哋今日一號價單咧，我哋會推出30伙嘅，係啦，會推出30伙，咁啊佔我哋項目嘅40%。佳明集团营业及市务总经理彭善平表示，明骏 The Grants 于今天6月21日公布项目之首张价单，合共推出30个单位，占项目总数约40%，当中开放式占16伙，一房单位占14伙。明骏 The Grants 首批单位定价为双重惊喜价，代表开放式及一房二款户型首批价钱都非常吸引。今次首批价单开价主要想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留意，机会难逢，买家若选用120天现金付款计划，最高可享优惠折扣可达20%。首张价单平均折实尺价为18,526元，平均折实价453,853元，折实尺价为16,388至20,815元，售价为378,500至542,000元，500,000港元以下单位有24伙，共占首张价单推出单位数目80%，当中400,000楼下有6伙。价单一号售价尺价最低单位包括开放式单位、5楼 D 单位，实用面积231平方尺，折实价378,500元，尺价16,388元，一房单位。5楼 B 单位，实用面积259平方尺，折实价447,600元，尺价17,288元。价单一号30个单位价单价总值逾1.7亿港元，折旧价市值合共约1.4亿港元。明骏 The Grants 将于今天正式开放与公众参观及同步收票，视乎市场反应及收票情况再作加推部署。